一、二、三，看来这附近是没大狗熊了。什么声音？光头强，你太低估熊的智商了。大狗熊，你别过来呀、啊！别过来、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好啊啊，好啊！你又想干嘛？你不是来轮班的吗？喝了它，只要你喝了它，俺就放你走。喝了就放我走？你自己尝了吗？尝了一块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去除了大部分的肠的腥味，但是我保留了一部分。我觉得保留了一部分肠的味道，才知道你吃的是大肠。你是有意把它保留的吗？是清洗的过程中我留下了一部分。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是故意的。